一场烟火的孤单，一缕牵肠的思念，一张泛黄的相片，一段告白的留言。我看不见苍白的永远，想坠入另一个陌生的世界。回忆扯断了线，飞过一幕一幕心碎的时间。思念如灯，一盏一盏的点燃，映出你那张温柔如水的容颜。颤动的弦，像针刺过的誓言，将你的名字深深刻在我指尖。张淡云，真不愧是个过来人，经验丰富，还在这里谈情论爱的，姚家脸都给你丢光了，这可不是你现身说法的地方，别以为你卷土重来就可以呼风唤雨，大家都得听你的。这里是祠堂，不是挑拨是非制造纷争的地方。哎呦，瞧瞧你们姚家这两代人都娶的什么女人，我觉得这才是祸乱的根源吧。你是做长辈的不以身作则，怎么可能有贤妻贵子呢？你胡说。怎么，我哥说错了吗？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大家都等着看你，看你怎么起好这个姚家。够了。五爷，这艳荣固然有欺瞒之罪，可那毕竟是她在嫁入姚家之前的事情了，现在对她施以烙刑，这是不是？姚家历来戒律严明，家规之事还需大家切实遵守，烙印之刑照律实行。不，艳荣，出去，起来，走，放开我。姚夫人，能不能给我一份休书，让季氏恢复自由之身，摆脱这段婚姻的束缚？休书早就给你准备好了。太爷，夫人，烙印之后带着休书滚出姚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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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出姚家。行行，
麻烦你帮我照顾燕蓉。沈先生，燕蓉的伤口要小心照顾，千万不能感染了。我自己女儿我会照顾，不用你们费心。走。金石，过来！不准再跟那个贱女人纠缠不清！你放开我！燕蓉婚后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情，你们为什么还要纠缠不休呢？都是因为你，你为了显示你自己的权威，毁了我跟燕蓉的一生。规矩不是我定的，是姚家祖宗十几代的家规，我只是奉行。希望这不人道的酷刑不会有一天报应到你的身上。你竟敢诅咒我！静石，我是怕你成为别人的笑柄，才会帮你惩罚沈艳荣，替你主持公道。可是没想到你不但不知感激，还帮着那个贱女人说话，把所有的错都怪到我头上来。你毁了我的一生，还要我感谢你？妈，对不起，我做不到。爹，我想去看儿子。今后我要永远跟儿子在一起，再也不分开了。好，我们这就去。好。爹，妈，列位祖上，人生困惑，姚家历代独学修行，不断文风，可为什么到了我这儿，偏偏要遭受这么大的磨难？过去我伤害了淡云，让他饱受烙印之苦，可这余痛未了，心伤又至。是我错了吗？是祖上的规矩错了吗？真生实在是想不明白呀。可怜的孩子们，我看得出来，他们明明是相爱的，可命运却偏偏要把他们拆散。看到燕蓉受苦，就像看到了当年的黛玉，你的心里好痛。列祖列祖，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呀？开门，开门啊！来了，来了。哎，啊，怎么搞成这样了？是不是孩子的事情被发现了？哎，大婶，我儿子呢？你儿子被抢走。
我们才知道孩子不见了吗？那个孩子又见不得光，谁要了谁倒霉，我才不会自找麻烦呢。长安呢？长安没有跟你们一起回来吗？美瑶都被你吓坏了，我怕动了胎气，所以啊，让长安带着他上大佛寺帮胎儿祈福去了。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子啊，你到底在哪儿？我的儿子，你到底在哪里啊？叶蓉，爹去拿药，你先休息一下啊。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子，看来那疯疯癫癫的样子好可怕。你在哪儿啊？我的儿子，我们还是离他远一点。佛祖在上，信女赵美瑶诚心诚意地祈求您保佑我肚子里的孩子能够平安出生，无忧无虑地长大。你来这里干什么？你今天是不把儿子还给我，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你要是还想见到儿子的话，最好别轻举妄动，马上给我离开，我保证你很快能见到儿子。之前你威胁我说不让我再见到我的孩子，所以我就算受到烙印的惩罚都没有把你给抖出来。你现在竟然去抢我的孩子，沈长安，你不是人！你今天要是不把我的儿子还给我，我就跟你拼命！你给我闭嘴！你要是敢去找美瑶的话，就是逼我跟你同归于尽。是你一直不肯放过我，不肯让我跟静石好好的过日子，现在还要拆散我跟孩子。我都已经一无所有了，我还怕什么？这全是你自找的！我警告过你，不许你嫁进姚家。可是你偏不听啊！现在好，你自食恶果，被姚家给休了，你就想拖我下水，我告诉你，休想！你今天要是不告诉我孩子的下落，我现在就进去跟美瑶把一切都说出来。你敢？我警告过你。你放开我！放开你！放开！怎么样？烙印的滋味好受吧？嗯，长安，叶蓉，长安，哎呀，美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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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怎么了？啊，美瑶，你挺住啊！我带你去医院，挺住啊！美瑶，挺住啊！燕蓉到哪儿去了？哎呀，那丫头疯疯癫癫的，不待在家里还好，吓死人了。就是她跑了。哎呀，哎，燕蓉，哎，你这不就回来了吗？你上哪儿去了？把爹急死了。报。
的生命替你承担，你还要祸害多少人才敢善罢甘休啊！反正啊，他们还年轻，以后还有机会生嘛。那大夫说，美瑶以后就不会再有孩子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说赵家断后了？那，哎呦，我们怎么会结识那个倒霉亲家呢？怎么倒霉时间连不断的呢？翠萍，你现在跟我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？哥，我可提醒你啊。这得把长安盯得紧紧的，女人不能生啊，是犯了七出之罪，会被休掉的。男人通常利用这个借口啊，去姨太太。万一长安想要纳妾，那美瑶不就惨了？你以为姨太太都跟你一样，趴在正房头上是不是？把我们美瑶赶出去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哎呦，我只是好心提醒你嘛，干嘛把罪都怪到我头上？行。我就是担心，这美瑶醒了以后，我怎么跟她解释啊？我也担心这个孩子，他就是死心眼，想不开呀。我们还是好好安抚他的情绪吧，啊。我去看看美瑶。如果美瑶真有什么事的话，我这个当爹的，我也不活了，我。美瑶，哥，快，嫂子醒了，快，慢点。美瑶，哎呦，我的妈呀，你终于醒了，都快把我急死了。成安，孩子他还平平安安的，是吧？美瑶，你在大佛寺这跤摔得不轻，孩子没能保住。不可能，这不是真的，我的孩子怎么可能就这么没了呢？你们都在骗我，你们都在骗我。我不信，我死都不信。美瑶，你现在身体还虚着呢，你要好好静心休养才是啊。这孩子没了，我们不能怪你。可是你怎么会弄得永远不能再生了呢？这不是让我们沈家断子绝孙吗？哎，成安，妈刚刚说，我永远都不能有孩子了。美瑶啊，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休息，孩子的事情你不要想了。是真的吗？永远都不能要孩子了，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你们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不让我死了算了？
害成这样的是你，你就是罪魁祸首，是不是？爹，你别生气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不是跟你解释，你给我站住！我脏东西，我打死你！别打呀！金家老爷，别打了，金家老爷！别打呀！你给我起来！我告诉你，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我从小抱着她，宠着她，我全心全意的爱护着她，结果你却这么伤害她，我今天非打死你！金家老爷，打死你！我让你伤害他，我打！给猴子再打上一个病呢！金家老爷，他快点，让猴子打死你，快劝劝他！他把美人收养，总要给亲家一个交代。我真没见过你这样的爹！别再打了，你俩出人命了！爹，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别再打了，那只是一个意外，是长安失守，你就别再责怪他了。孩子，他这么伤害你，你还想着他说话？谁让他是我丈夫呢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！燕蓉，你来做什么？我来是求你原谅我的。你走了以后，我好自责。我不但没有阻止事情的发生，还伤害了你。你会有这些反应都是理所当然的，你不需要自责。燕蓉，都是我的错。我曾经说过，我不在乎你的过去，可我不但没有履行我的承诺，还伤害了你。我真的……不要再说了，这一切都结束了。燕蓉，你听我说，我没有尽到一个做丈夫的责任，还害你受了那么大的伤害，我对不起你。我求你跟我回去，让我照顾你，好吗？我有了这个桃花印记，我还回得去吗？我要回去让你妈继续羞辱我，让众人嘲讽。你不用同情我，往后的日子我会自己安排。我的人生已经被烙印了，从今后我不想再依靠任何人。我不知道怎么做才能让你回心转意。我对不起你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你是要逼着我对你心软吗？我没有在逼你，我只是祈求你。祈求你跟我回去。我很感激你愿意原谅我，可是我已经不再是从前的沈艳荣。今后我只为我的儿子活，
我要靠我的力量抚养他长大。这个烙印虽然痛苦，可是却提醒我不能再依靠爱情了。一段告白的留言，我看不见。你回去吧。想坠入另一个陌生的世界，回忆扯断了线，飞过一幕一幕心碎的时间。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啊，乖。哎，过来。
爹，晚上别睡死了，照顾好美瑶，知道吗？爹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一定睁眼到天亮，让美瑶好好休息。混账东西，哼！这算什么？我简直窝囊死了！美瑶，我警告你，以后在你爹面前给我留点尊严！哼！怎么我爹一走，你就跟变了个人似的？你怎么来了？是燕蓉叫你来的吗？不是。我今天回家，看到我姐对你特别冷淡，就像陌生人似的。我觉得你心里一定特别难过，所以我特地来看你的。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，才能让你姐回头了。都怪我，害燕蓉受了那么大的伤害。这怎么能怪你呢？明明就是我姐，她觉得自己见不得人。哼，别忘了，她受到的可是不真的烙刑。烙刑？燕蓉那么脆弱，她怎么能受得了这么大的伤害？我竟然没能阻止它发生。哎，既然我来了，就陪你多喝两杯，帮你解解忧愁吧。静时，我敬你。我真的好后悔，我没能让燕蓉知道我有多爱她。我可以接受她过去的一切，包括她的儿子。你难道就那么死心塌地地爱着我姐啊？我跟燕蓉刚结婚不久，我这些天脑子里全是她的身影。叫我怎么忘得了她？姚少爷，天涯何处无芳草啊，你别往死胡同里钻嘛。我姐她现在已经配不上你了，你身边不是还有别人呢吗？我爱燕蓉，我不会放弃他的。静时，静时，
申秀琴，现在没人能帮得了你了，你只有靠自己了。夫人早。哎，慧儿。嗯。你这给谁送去的？给少爷的。少爷还没有吃早餐啊。夫人，早餐已过两个时辰了，还没看见少爷，所以才给他送过去。竟是不会是病了吧？静石，静石，静石，起床了，静石，静石，静石，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静石，静石怎么了？他到现在还没起床。早餐也没有吃，我怕他生病了。你阿君，夫人，过来把少爷门撞开。是。快把你父拴上，快快一点啊。阿君，你没事了，出去吧。没事。秀琪，姚夫人，姚少爷他怎么回事？你把人家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我就记得昨天晚上我喝了点酒，然后不是秀琪，你怎么跑到我床上去了？